名字嘞，大家很想的哦，来，罗金凤，马大人，哪能没声音嘛？哎，大家这很想的，哎，谁来谁来来，罗金凤，哎，马大人，马大人，为什么没人嘛？哎，大家很想一点，声音通了强一点，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罗。你们胡说啊，恭喜发财，发财了嘞。哎呀，我当时胡说了嘞。来，香香手，香香手。哎，好好，多谢多谢哦。哎，来，香香手，香香手。记住啊！哎，新年新事情够做好啊，叫节节高，步步高，一年四季财源包。哎，好好好，节节高，节节高，好了好了，节节高，节节高。哎，罗金凤啊，新年新事哎，空手回去总不讲闲话嘛。好，有手。来，香香手，香香手，香香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香香手，香香手。哎啊，得香干嘞！哎，新年新事要叫女包。好。耶！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哎，可以放了三分钟。来，香香手，香香手，香香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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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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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哪能吃用品膏了？新年新事吃用品膏好，一年四季高高兴兴。哦，那能长寿是吧？望侬将来多子多孙。哦哟，老金嫂，我已经养了五个小囡了，还要叫我养？再活一点。哎呀！哎哎，我老金嫂，你时间不短啊。奶奶，今朝是大年初一，对对。五百点里高饼了，关照的就算的。不要嘛。哦哟，好不？掏出掏出你的呀！童年人真热闹，点出来吧！快点，快点出来！左海啊，五百，五等啊！哎，拿我的车盖子说我。哎，哈人不晓得你李六家是家行方圆百里出名的大户人家。哎，有钱的。童年人这不把么拿我的车弄的？想当初老太爷在世的辰光，收得上八万。自从老太爷过世以后，一眼家当。不你相公啊，做老人好事在做光了。哦哟，哈我哪做得稳呢？有句老怪话我的好，叫穷主就没还有三代同辈。我啥子管了？我老一辈还是老一辈。哎，那那，提了上头，提了下头，我落酒了当中，我要骗哪个？哎，拿我，我啥天啥天把这个拿的？老舅说你真的唔得，没个，啥天叫你李少爷出来。哦。出来！出来！喊领导管呐！你公子，昨日一夜天下村里，到现在还没起身了。哦，还是得起来。哎，声音声音还在响的。出来！出来！落去。出来。各位，祝大家拜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东东发财啊！拜年拜年！哎，陆军啊，等我一个发红包啊！我发红包，发红包！你们也可穷着。前两年你个陆军等我讲啊，过年不认字，那么买着四张红包台子，四张红包凳子，两只古董茶几，买着一百两银子。这样这样。过年的新年新事，主要是浪漫浪漫，高高兴兴。哎，银子结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开心开心。哎，不是我老顾家多此一举。那，侬整天在搿边操心人混了一道，
侬要不说上晓得，侬要说出事当了。哎呀，老舅啊，我觉着一个人做人，只要守得正、立得稳，哪怕是贪饭干胡子唱戏的，也哈流芳百世，做次皇帝，当次丞相，做坏事体，照样要遗传万年。我不做人，乃不是不晓得，人生三乐，知足常乐，自得其乐，受人为乐。来看，乡邻都在哈，会送来高许多吃的么子。伊拉会得送得出啥好么子？太白不会送得来个。哎，啥个么子啦？还有，还有。好东西呀！好啥么子？侬去看。好啥么子？侬看。紫泥布都送得出来了啦！看看么，哪家紫泥布呢？红色色万顶的一只好小菜，叫做逍遥自在。好一股逍遥自在！像个像个。那。伊拉那山芋也送得来了啦！搿个哪叫山芋呢？搿个叫平地一声春雷。装不装了？耶，高西东山芋吃到肚皮里，闹忙了。一男妈妈背呀，砰！对，这个叫做平地一声春雷哦。真一个死多头啊！两天，当心疼痛啊！哎呀，这个不是一般性的信啊！这封信先送到南货店，后来送到腊肉店，再送到大平台，上头有“火急”两个字，火要烫通人哎，所以我就用火急寄得来了。来，关头，哎，不要过来。这个是一句闲话呀，伊没个桩事体的。不是，这个“火急”啥个意思呢？哎，那年纪太轻啊，实在不晓得。我乃末我来告诉侬啊。火急，表示屋里有急事体。有啥个急事体呢？比方讲，屋里还有人生毛病啊。那比方讲，屋里还火烧。比方讲，屋里还死人。啥人家屋里死人啊？送到啥人家么？啥人家死人？根本现在送到哪屋里向啊？总归是阿拉。哎，哪屋里？呸！把，姜汤锅来子，急急淋淋菜。臭美女。罗局长，这个。啊，是，稍等。来，大家开心，来。哪能送来个山芋吧？我来。新年新事吃山芋好啊，叫平地一声春雷响。这个哪能叫平地一声春雷响了？咦，侬吃下去哪能啦？这个不是吃到肚皮里向，这个肚皮要胀哎。搿么胀之下来又哪能呢？这个一胀嘛，这个砰，哎，总算弄脱两只了。有请相公啊！做啥大惊小怪？家有妖星一副呀！咚，再讲你一个咚。为啥？你呀真是老糊涂仔！你晓得这封信啥地方来的？啥地方？那是生日破我上人晓得来的，你为啥这地方拿出来呀？哎呀，刚刚送来呀！哎呀呀呀！尤大人到了，小婿不知啊！尤大人最好，尤大人请上座啊！等，尤大人在上，随小婿落人哦，一拜。哦，上天那死特人啊，那吃海龙啊！哎呀，那哪办呢？少个眼睛是计较。都为谁哭了？为谁笑了？哭成我那笑嘻嘻玩。啥事体了？好像眼睛事体，你自家苦恼。上头想起，哦，你不识字个，不知识个。哎，我们来读给你听了啊。今世心灯日缺三眼无子，记得老人要发誓，万岁千万中王妃。谁中在我寡妇要做一事，明我说到十字铺，东宫花轿的娘子，唐诗公了规定人，我光棍要做一辈子。表姐，我你即刻就动身吧。老徐，搿么我也问啥呢？昨夜昨天，连夜连夜，你屋里会多少银子？冰冰凑凑，大概会有三十两。哈，介多介人家赚三十两银子啊？只有三十两。我不是怪你，你是还当高，只怪我平常不理财个。搿么非要只有三十两，哪怕只有三两银子，即刻到五省去望十日铺。是。进去准备，别样物事侪好非要到个。搿块物事要紧，牛排也到了身边。
玉佩啊！哎呀，你也晓得，我的李世金的囡恩李永永小姐，从小知否未婚，大家长大在，李不认得侬，侬不认得李，没这块玉佩做标签嘛？告诉他也不大概。玉佩事体我晓得，我没看见过。哎呀，你真是烂糊涂仔！我越是见你越是愁。我没看见过。玉佩嘛，天天打了身浪个呀！哎呀，你真是，哎，那这个没哦，那我自家身浪。哎，哎呀，玉佩呀，玉佩。小姐呀，小姐，非要偷看我作品。哎呀，小姐呀，我要来了，小姐呀，你等我来呀。孩子，路虎到了。兄弟啊，见过陆公子，不要客气，难得到此，请坐吧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哎哎哎哎哎哎，那我哪能有胃口坐下来了？你要赶路了呀？哎呀，你到难得到此，稍微讲他两声，来在时刻，你不要急，我马上会转给。我晓得三十两银子了，眼睛跳了。大叔到此又有贵过啊？已来个已经半年了。哦哟，不够当该。常言说得好，人生难逢一知己，像你陆公子，咱们素不相识，咱们初到此地半年，你是遍地方长，你是有钱的半个钱场，没钱的半个人场，好，有钱花啥花啥，你说，没钱两腿绑吗？这个就叫宅家靠父母，穷外靠朋友，兄弟我宅生半年，有钱的花啥花啥，你们多多了。哎，赶紧赶弄这个多少钱的了？开心开心，见笑见笑。那么两来呢？客来此行啊！哎呀，我不懂哎，你到西北子那里生意做得蛮好，小兄弟拜相一下，唱功一下。那莫大叔，无你哥讲，为啥要走啊？现在是民不聊生，谁有心思看戏啊？再说，当今皇帝选美，太监从中渔利，他给阿香讨老婆，他给他老婆啊？哎，哎呀，真是奇构奇闻。他给呀、啊，什么那个东西呀、啊，已经登特着呀，这不是害人吗？哎呀，可怜到此地登不下去，还是上帝有罪高飞而去。就是这个意思。非要客气，不如的我来。哎哎，你哎，老兄啊，哎，莫大说上老仔，你三位呀、啊，行行，第七十一，三位意思意思。我晓得了，眼睛跳了。那一两天吧，十得七个跑腿也不个，像你这种大户人家，顶起么十两？十两？哎。侬看看看哦，自家一塌八子给三十两，
侬不只有十两，自家只有廿两了呀。我问你，十两多还是廿两多？当然廿两多了。对个呀，多的自家留下来，少的拨人家，各算各，各算各。哦。啊，大嫂。我在哪能算法了？十两文银打在路上。谢过陆公子。多谢陆公子。哎。我说错了吗？我没有说错吧？阿子难发动噻，虽然兄弟了西辈子唱戏，一辈男人，一辈女人，所以平常辰光嘛，个金刚搭发过来了还在，为此分走过来了。公子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一重两告，我辞。送客没？哎，陆军啊，你路上为的啥个么子不离多吃些？自家没吃了。哎呀，靠！哎，一个一个一个，慢慢叫，慢慢叫，慢慢叫。龙眼么子，上来路上吃吃吧。来来来来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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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台湾人两根猪尾巴。哎，新年新词吃下去叫逍遥自在。好，告我辞。送客。斗明太监真正害人啊，弄得西辈子都发大病。搿趟你走过一家庙，错过一家，送老太爷放出几个银子啊，你好收一眼转来了。陆军啊，你么就是眼山高跑去，叫叫出去，哪还有事太做嘞？我听见了，当讲理财四个字都要会涨的，还是反得光再回来再说吧。走呀！哎呀，陆公子，那好那好那好，是老先生来着。哎，老先生难得到此，请坐嘛。那说。老先生呢？好机会来了。哪讲？沈老夫子从老太爷手里借银子，一直借到侬搿搭，好讨眼转来了。太转来啊！嗯，也是我从未分太过难为人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的嘛。讨银子辰光，侬眼睛抬出来，头巾伸出来，肚皮挺出来不好嘞。你再帮看看，像个像个，像太早去。啊，眼睛抬出来，伸出来，挺出来。啊，对。下下。啊，那先生，有句闲话说得哈，叫铜钱银子。关心君，手持三空真君子，家家为为嘛，经常有，搿只家父为大丈夫。苏州人嘛，头部花了，哇！搿个难发还怪我在，我领子夺过去，你不知领子我不还要讨厌。哦，那先生啊，你今朝来的时间正好，我也到外地去一次啊。陆公子巧合，哦，我也要到外地去，我是要到十字铺。我要到京城里去一趟。哎，我是呢要去完婚啊！我想再去考一趟进士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，老先生，待遇呢，此去今日能够得中状元，光宗耀祖啊！祝公子早日成亲，养个大胖儿子。两凤拜。请教沈老夫子，今年高寿多少？老夫高寿小了，79岁。79岁还到京里考啥？考进士，还是考道士吧？不要关心，虽然呢已经79岁在，这样子啊，80岁遇到周文王，风光宝相，你只有79岁，待你呢此去京城碰上周文王，要不碰上泥路王了？周文王，今朝来还有啥事体？我不好意思开口。哦哟，我晓得噻，你是要到京里去过客，囊中羞涩。不要不好意思，你问我挪，问我借，就是看得起的，你得定放心。多谢多谢。哎，陆兄呀，哎，跟我来娘，老先生到金陵乡去过客，你稍微资助你眼。好了好了，那一两去吧。你说得出个，跑都也不个，像你从大户人家顶起么10两？自家这个年龄嘞，侬不止10两，还有10两嘞。对个呀，挪脱10两，还有10两。啊，大高一半文，啊对，搿叫有福同享。装不上了。10两银子打了路上，个难为情了。诺西呀，诺西呀，哎呀，客气点啥？衣服要拿坏个了，拿那手头最那个了，真是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啊，够了，够了够了。哦，不够给。够了。10两银子路上买点吃吃狗菜，还要补助点嘞，我不来。陆军啊，老先生此去京城，你看哪去法？骑马啊，骑马啊。高头年纪哪吃得消？什么船吧？哦，乘船去，搿么船钿也多少？哦，至少10两。搿么船数10两啊？搿么挪10两嘞？哦。市内官宅里是收的，收地也是人家付脱的。哎呀，一个人讲大理也晓得，吃个米讲个理也晓得。那先生，10两银子做补助，我够了，挪去呀，不要再挪去呀，我遇难不难，上个山我发光子。阿
够啦。够足够足够足够。我看法够够。足够。穿我讲那前头，我是实心实肺实肚上的。对。乃次须精神，将是客中上女，光宗耀祖。万一乃客发去高等年纪，死了外头他也要，孤然不你也不要。乃得想想看，异乡客地。已经死了个旁门浪向，搿只裤浪头荡了荡，荡了荡，五百斤水死一哈啥个样，果然把你也当起个。啊，老舅呀！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，没了，不要叫了，大家休息了。哎呀，老舅啊，你勿真小气的嘞，同地人子嘛，阿伯浪死，有得去嘛，有得来个。像你搿种大户人家，穷中穷，三代同，屋里的费同来听忙忙忙，是同地人子个。要来得及个呀，到底阿姨啦？没了呀。跟我们呢，思绪精神第一在啥地方？扬州。扬州，我也有个朋友来扬州。哦，王老太呀，是同窗好友。哦，对对，赖先生，那思绪精神要经过扬州。扬州我有个好朋友王赖先生，我小上这条，你到了路上，你看见点子，为富的把你二十两。多多一下工资，用不着客气，带我西京调去。啊哎，沈老夫子啊，我一生一世认得侬了，自家银子借过不算数，想帮侬去借银子，世界上是有个种啊死多头的啦。陆教授，那公子对我的恩情，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侬忘记掉两三年也不要紧的。我只管想办法报答伊。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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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搿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了，一想嘛，屋里向还有个囡。哦，这个侬不必操心了。搿趟你公子。受到十字铺去完婚的公子完婚，我晓得。我这个囡儿不是拍拍公子，去拍拍啥人去呢？拍拍侬。嘿嘿嘿，李文老师。那侬今年几岁啊？不晓得，今年58岁。我只有55岁，搿女大三叫乖仔。蛮好，蛮好，蛮好。家的在此，大在楼上。陆公子，多谢多谢。老夫实在好意思，我先告辞。死不由送，送客。慢，哎，陆兄啊，屋里还有点啥么子？让蓝先生到了楼上去去。哦，别不叫，喂喂喂，来来，打打气，打打气，来来来来来。打打气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就说给说些。真正不好意思，两只山芋。这个心里心思吃山芋好啊，叫平地一声春来响。哦，这个意思我晓得。蓝先生，没事没太白，但是个好茶头啊，这个就叫不饮则已啊，一饮尽天呀。对了对了，这个东西吃下去了，等一下洗个汤，咕一来了。哦。哦办公室喊过了吧？喊过了，根本难怪不出来了。你在吃夜上？我来喊。有请办公室啊！一个妇道人家在公子身上黑毛表毛成何体统？办公室，这个是红烧蹄膀。办公室啊，这个是白菜羊肉。这个是红烧狮子头。这个是咖喱牛肉。都欧没有啥欧头了。
说三年。办公室，侬的这朱虫宝贝是你捧的吗？办公室啊，搿只宝贝，侬还是到精神里去洗个宝贝啊？搿么侬精神里哪能进得进去呢？一个亚少，一是猪。你这个讲话意思我听得懂。你那个意思，办公公不是我的叔叔？不，这个人还说不说的吗？猫论共情，舌头之嘴。我有家谱，我那个家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办公公是我叔叔，我是他的侄子，这个人还说不说的吗？你妈妈什么一个东西？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。来来来，办公长，不要生气。办公长，弄个这宝贝献给了皇帝。皇帝龙心大喜，马上封侬做大官。侬假使做了大官，侬不要忘记，阿拉是我是这种人吗？我做了大官，你们还开什么店吗？是呀是呀，你到我家里去做菜，你做小老婆，帮我料理家务嘛。我做了大官，你们两个人笃定啊，这个挡了我鼻梁下啊，这个挡呗。你好好叫我打一枪了，别个别个，哎呀，把工资啊！哎呦，老九嫂，亚嫂，来来，听什么？看看青少年，激动了一塌糊涂了，喝啥不了？弄好那根绳子呢，又扎起来。快点弄两只韭菜，你工资吃了，马上又要动身。好的，马上就到。好，哎呀，有请工资啊！老君，吃的还是饭的呀？吃饭的呀，东哥。好哟，叫你来吃饭的呀。对象，我们来吃的吃饭，一夜接待，两夜夸。好好好，哎呀，庆祝庆祝，贵客，来来来来来。搿只饭店不清爽，后头像猪肉啊。不是，声音听听会得习惯的。庆祝庆祝。店家，哎，来来。冰上两个缺席是哪一个啥？哎呦，这个两位是本地哈哈有名的大户人家，年纪大的是伊拉个管家陆九嫂，年纪轻的是专门做好事体的陆仁，他就是陆仁。哎，两只思路大概没预报，脚头死结棍哦。既然陆公子有要事，就请同桌而饮。好好，陆公子啊。一面为公子请侬同桌而饮。哦，大概你是熟知路的。素不相识，务必要同桌而饮。哎呀，陆君啊，天下还是好人多，你晓得你吃子饭要过路，所以娘把你先吃。那就是福气嘛，小爷小爷啥？啊对，啊，这位神兄，请了，请了。关门神兄，真心大名。哦，我姓庞，小名不得。哦，叫庞不得。走了走了，这个人庞不得，庞不得。你胆子小得了，谁家看父母，出外看朋友，朋友朋友，谁是去庞？不庞么？啥地方来有呢？啊对。陆公子，请坐啊。且，沈兄，你哪晓得我姓陆？哈哈哈哈哈！方圆几百里，哪一个不晓得你陆公子是豪杰之人？哪一个不晓得你陆公子是仗义之人？哪一个不晓得你陆公子是专门做大好事的大好人啥？不晓得你陆公子这个人简直就不是人啊！嚯、哦，真凶一重量。陆公子请坐啊！请啊！陆九嫂，请坐。把胸请坐吧。陆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啊！哪里哪里，貌美今年贵庚多少？哦，我今年嘛是七。素不相识，不必来称呼。俗语所讲，话到嘴边只留一半。哦，我懂在。哦，哦，陈兄，你还是问我几岁啊？我今年十七十三岁。十三岁长得如此长啊！哦，是这个十三加十三，今年二十六。就聪明，一口晓得你两个十三。不知陆公子要到何方去啊？哦，我是要得，五字铺。只有十字铺，没有五字铺。哦，陆公子到十字铺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是要去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侬晓得有好人坏人。你呀，真是
人了我多那闲话多得不得了，头发头发，哈！你黄人光浪加多，你都分不清爽，拨我眼面子要。哈！你黄人分不清爽，没啥晓得的哟。啊，亲们生兄，你是汉人还是黄人？汉人，谁对汉人？对子先了呢。当心点好。啊，侬打十字铺完婚啊！哎呀，好喜好喜呀！恭喜恭喜！陆公子啊，今天不是黄道吉了，又不是好的时辰，为什么这么急着去舞会呢？哎呦，当心啊，仁兄！你不要靠台子啊！哎呀，真是胆小朋友，挂来挂去一挂棒他给皇帝心脉，他给重重作梗。所以我常娘吧，为了预防万一，下次一封信来，将我再地过去舞会。棒他给真是后国殃民啊！棒他给真是鱼肉乡民！棒他给真是千刀万剐！棒他给为非作歹！棒他给真是少不说！棒他给是呀说！啊！哎呦！哎，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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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当心不当心。陆公子，棒公公私下里说说，在京城，荣华富贵我可以享受的，我享受的啊，没得。山珍海味等等如此。我吃点没打，连路丑度我冲都冲不过，我冲了没打。那你为什么要没打呢？就因为这个不仁不义、不忠不诚、后顾殃民、千刀万剐的棒公公是我的叔叔，所以我冻结入侵，脱离京城，流浪街头，饱经风霜，吃了上顿没得下顿，今天不晓得明天日子怎么过上。我这个毛病就是把它气出来的噻。哎呀，棒兄，佩服佩服，各位棒兄真是大义灭亲啊！无祸出自于义而不仇，那个位神兄比不上我火，还比比喇叭火了要开火，佩服佩服。老公子，难道对这种进程就没得办法了吗？各种啥个闲话，我你看到今天想起面见皇帝告状，搿个就叫告御状。哎呀，死不得。搞不准要杀头啊！不管那啥子，拢受得了。老公子，告御状是个好办法，不过要告状只有我去告。不不不，搿桩事体是我应该我来。你不要跟我争，这个事情八。老公子，我们两个人都不用争，天意为明。天意为明，天意为讲闲话，哪天意为明？老公子，这边有一双筷子，一样长短。哪一个抽到多的，哪一个就不去。啊，退一步，一长一短。清爽了。抽着长的，去干啥？对，与受灾。听听人民，哪一个抽到多的，哪一个就不去，请啊。让我抽着长的，让我抽着长的。哎呀，我抽着啥短的呢？老公子啊，高御状最后我去搞了。你放心。虽然到京城路途遥远，虽然我身无分文，我就是逃犯，也要逃到京城去。陆公子，兄弟先走一步了。没，陈兄，虽然呢，到京城去干啥天意难违，但是我要知足那一步。哎，陆兄啊，你身边会有多少银子啊？两百两。蛤蟆老师一趟我只干不会傍三个。哎呀，这个两百两是比马弟弟房产比马下来的。哎呀，你也真是拉糊涂了，人家为此来发生，你的死都不怕去干女上，你为同地人资助上。相公啊，侬来侬来想想看啊。哎呀，那样子，侬不听老人言啊，吃苦在眼前啊。哎，我懂得了，去去去。带俺对葡萄样去，努力了说，去，啥的啊，啥的啊，看我做啥，不认得。哎，老公子，这个银子我是不能拿的噻，为了这个二百两，你们主簿闹成这个样子，我是不好意思拿银子的噻。哎呀，庞相公，你放心，陆军是我的来堂高才，他是一时之气，等些回来的，两百两银子，请你带在路上。那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不要客气，一共。两百两，两百两，对对对，分量好像不大足嘛啊！哎呀，帮兄，你真是个懒人人啊！搿一路浪向嘛，你大概用脱十两不到的，啥个嘛？算算至少呢一百八十两。不，就是二百两，多谢陆公子啊！死不由说，再会了。没啊，三兄，此地是南方，闺蜜是北方，不放心，不服命令，大雪纷飞。那兄弟身浪像衣衫单薄，一烂个呀。那照你那个意思呢？假使呢非一起，我估计衣裳呢打了路浪。这个不好意思，可以抵挡一点火了。再拿衣裳，这个讲不出去的噻。多谢陆公子，诚意兄弟，谢。陆公子啊，龙胸口的这个。
糖饭糖饭个啥么子啊？好，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搿块是肉饭，就是我相亲的物证，人生就是六句说。看见一块肉饭，就像看见两个我的娘子啊！肉饭呀，肉饭，小贼呀，人家当花痴噻。老公子啊，你骨头不要轻呐。哪讲？你胆子真大啊！哪胆子大讲？你想着，哎，现在江湖上人心多险，哎，小偷品质多得很。哦，万一你碰到那个品质怎么办呢？他好意好意跟你讲话，哎，你也不晓得，他就把这个东西拿下来了。哦，是失踪那去噻。王兄，我这么一刮，这么尴尬，他就走了。一百没太一阵，我告诉我太不得劲。哎呦，哎，你哪走个了？我是打个比方的啥？哦哟，不能吓出一身冷。小姐，这个东西要放放好的呀。小姐呢，哈一提醒，等些快牛呗，我叫落去哈哈去看哈。陆公子，嗯。兄弟吃饭前去进城，甚是未罢，还不晓得能不能活着回来看到你啥。搿么是讲吧，还是我来去干女郎吧。老公子，兄弟临行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啥个要求？兄弟想跟你两个人痛饮几杯。虽然我平常不吃辣椒，看见地主娘面孔还会红的，为此兄弟今朝痛饮三杯。多谢老公子啊！那那那，沈兄，哎，搿第一杯酒，祝牛奶大大精神，顺风顺水，请。请。爷，你哪不吃？哦不，我在想啊。哦对个，你也管了我，吃得最舒服的，没事不让骗得太一个。那么照你那个意思。我来代你饮吧。多谢老公子。非常客气。第二杯酒嘛，祝牛奶米酒皇帝一上个正气，请。爷，你哪不吃？老公子啊，我在想啊。哦，对的，你要去见皇帝的，吃得了最舒服的，我讲不清楚，皇帝要把月光红的。对呀、啊，那么照你那个意思、啊。非常好奇，哥们我来带你去吧。多谢老公子啊。啊，第三杯酒嘛，祝你来大大地震，一路兴旺，花喜喜笑，喜喜花花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要见大家干干净。当心呐、啊！沈兄啊，你去街上，你去还在，哎，你死不得个，我看出来你个裤裆都得。六七大的嘞，隔他一站过来，我又到找找人去。吃啥没得关系啊，多谢。老公子，公子，办公公事务所说。甚至王八都认得伊，没得想到王八他今朝发大财了。不要怪我心肠太狠呐，只怪侬自家心肠太软。尽我的心，费我的力，你那一家人家弄得来金当光，金当光，那么金当光，那么光光亮亮，光亮亮，光那么金。难道人没了？你不是人啊！我不是人啊！呀，你到两年还不是样的嘞？哪能一个人有的两只裤裆头了？哎，吃进去了！哦哟，难得嘞！搿老朱啊，
下得天了起风嘛，弄件衣裳把我披披，搁披了身浪下嘛。哪能啦？哎呀，你啥子啥？就牛背呢？牛背？牛背啊？牛背呢？不会牛背上地方去的？牛背没看见。哎呀，对家，你随便呀，我啥不是谁还不能牛背，分还不能个？我哭牛背呀！牛背呀！哎呦！办上骗子了，啥人？姓办啊！啊，都发发可能个，你是到金陵乡去带我干女的，哪会是骗子？为了，这兄弟你莫开会了嘞！帮凶贼，我报了了，我报。帮凶贼哪里呀？为他出手啊！是这样啊！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，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。今天，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，走进这扇门，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；穿过这扇门，在寂寞的坚守中，让青春闪光。跳出这扇门，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。守住这扇门，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。征兵大门已开启，火热军营，精彩人生。侬当我自流主啊是吧？哦，搿能轻轻叫一打，小小小小啥？别笑，小弟啥？自流惯了。哼。啊，我现在要走了。你哪好笑了啊？你不笑了？嘿，嘿，哦哟，不得了了，哇啦哇啦，要饿了哇！侬熟悉啦，侬是一条奴才狗呀，你哇？对呀，是条狗呀，喏，哎，就缺少一条尾巴呀。是呀，这手趴下里去嘛，就是只狗呀。是呀，老熟悉了。哎哎，这么泡菜就了疙瘩？哎，老师弟讲，哎，这泡菜就么是男人家事体呀？哪两个女人家那里瞎做什么？侬还是女人啊？哎呀，我叫做做没办法，我是有事体哎。侬啥个事体啊？不瞒侬讲啦，我不落来样样不吃哦，就是吃一毛心啦。哦，吃心。我是代替阿拉儿子来接菜就的啦。哎呀，那么那儿子自个做啥不来了？既跑不出来。哦，大概忙。忙到不忙哦，屋里一直来的个啦。呀，搿么叫伊自家来呀？叫自家来。叫起来啊！啥？起风台啦！哦哟，风台不吓啥个闹嘛啦！哎，我好哎，阿拉一套鸽子风子十六年哎。老太太，风台是不会得养儿子的。更唔高哦，阿拉养孙子好了。没儿子么？啥地方来孙子呢？没鸡，啥地方来蛋呢？蛋啊！这蛋没去买两只好的。想着就有啥地方去啊？李玉华夫人嘛，是呀，耶，伊拉哪能泡菜酒啦？搿几男有男人的呀？哎，哦，我想着呢，要么搿只老头子动坏脑筋，欺贫爱富要拉荒的。哎，
哎呦，不弄个毛家一光，我撑不着嘞。哎呀，我总算不晓得是给家人家泡菜球啦，是给家人家泡菜球，我随便哪能没来啦。阿拉不得啥吧？是啊，中华国际。十天十天，哪能狗叫呢？哎，哪里骗人啊？连得狗叫都叫不见呀！哎，怎么狗叫不见呀？狗叫起来有讲究啊！叫起来要气要十足，叫起来要响。喂喂喂喂喂！哪里狗？十天十天十天，难道我狗是吧？啊！有啥不是看？泡菜球得那女人家不搭嘎的，我跟你个，老太爷，你不能怪我落酒无礼啊！这话少爷一时的糊涂，上了骗子的当啊！哎，咦，十里铺一家，哼，两边这个骗子一定要到此地来，我来此地候你。身上衣裳已经来了吗？不，这个是陆公子送把我的。哟，两百两银子对吧？这个也是他送把我的。哎呦，牛排都和好了。这个也是他送把我的。可不好相亲了了。请。这样。我上天看到侬黑了啊！老头子骨头轻了嘛？什么里个东西？有个两只牛婆婆的东西啊！这么大年纪了，要玩没得几天好玩了噻？这个我自家算过了，顶多还有两三天好白相。讲了不错，我是到你家去相亲，怎么样？蛮好蛮好。就个两只去了吗？哼，我有玉杯为证，这个就是物证。认真就是陆九少，我只要找到陆九少，我就回去相信陆九少在我面前，我做吧。陆九少，因为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真是有眼不识猪头山啊！不，台山台山了。陆九少，办公室啊办公室啊，哎，刚刚你我是当当旁不相像的了。哎，天不挂地不挂，只怪我老头子命实在太苦。我从小投靠陆家，想不到老太爷过世有眼家当，把那个日子统统败光。我再要跟我去，我将来肯定没好收场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你哭不要哭啥呢？有一桩事体想请求侬。什么事讲啦？我想请侬办公室收留我吧。你要跟着我啊？哎，明哥、啊。陆九少真是聪明之人呐、啊！这个再来不争认真，我才有啦！陆九少，你放心，我享福，你也享福嘛！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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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天助无疑！多谢多谢！哎呀，我慢慢就慢。阿威，我绑着屁子啊！陆九少，你要跟着我啊！我不太放心咋？这个我可以代替法子啊！天了上头，地了下头，我陆九了当中。假使我有三心两意，你这个老头子不得好死！哎，就个句话了，说定了。好，请上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啊，妹啊，有一桩事体我该问不该问？问啥？问啥？听说侬是办公公的后代。哎，陆九少。这个不能还说的少，摸论公亲，石头之对。我有家，我那个家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本公公是我叔叔，我是他的侄子，这个不能还说别说的吗？要是味道没问题嘛，
相信呢？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请啊，请。哦，妹，今期之夜日节一长，侬坐稳了，侬拿我老头子，我哪能办？我是这种人嘛，我要对天发愁嘛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当中有我办公室，我就是瞎讲，我还不得好事嘛。易容，易容，易容，易容。请啊，请。妹，你事情闹多了吧？近期之意有李玉儿问起阿拉两家头的闲话，你我之间大家有黄黄沙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根本是龙先学还是我先学？侬看啥人先学？情况龙比我熟悉，龙先学，我先学。哎，此地路上人多，辣辣此地学不大方便，要学两家头到角落头暗搓搓去学。请啥？请。我等你。喂，来最快的呀！像啥个枪的？比谁强？比，蛮好蛮好。你那今朝不生意走不动啊？家里收得来，肚皮也饿着。你到底到啥地方去了？哎，来这石头头哦。当时我讲我困难困难，做哈子收留呢？搿做哈子么有同的人家做惯？现在我比谁了让做哈子啊？你下得下心，雨下吧。我已经冻死了，路浪向走，身浪向衣裳全部打光卖光，拿侬举起来，拿自家的衣裳给我穿，为侬拿自家顶顶欢喜，搿件披风送给我。没，我啥地方来披风去啊？那蛮好的，谁买的披风了？那这石头头啊，赶紧是磨出来喂。没拆开，从前辰光做啥要了？扎子皮袍子啊，觉着冷；现在做比赛，披块马车单，觉着暖热得嘞。这个有名堂，该接待啥个山，做啥个场，你还晓得？你对我喊，我不会忘记他的。东江有啥光头？每次出去讨饭，总归拿自家讨；他得了个冷粥冷饭，总归三斤我吃，让我吃饭，那么得自家吃。那年纪轻，吃得落哇？你晓得我欢喜吃鸭子的，有一趟经过的湖边。有一群野鸭，那么来去捉野鸭子，结果分捉来，那么来就拿张我叶子一个红包纸，都辣我手里，来对我说：“喏，鸭子吃不得再，吃点鸭汤过过年头。”随便他们面蛋做个有个是吧？有个呀，鸭子市场有个汤卖三个呀，就是吃蛋后来嘛，才是鸭子吃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再，石头头啊，不要动盘子，我等你说。今朝该得要拍菜就摘青，人肯定多个，人多就太得热，侬得来分开他啊！你、哦、到东面去，我到西面去，当心点啊！别说啊，我去做啥去？太烦我，太烦我，太不来管。嘿嘿，你这石头头啊！侬虽是上海新土地，人家优秀会，今年笨的啦，哪能活不会个？这个，你家中会讲两声。叫啥么子？姐，来听下播个字。哦哦。来，要涛涛做做汉字，多讲两遍。阿晓得，接接看。来，姨太太做做汉字哦，做做汉字，来姨太太，来姨太太。我打死你这石头头！你不说得开，不说得开，农地会报告是十五人的农枪路的。好开心啊！不要来这，我看今天吃不消。我他不来看，你自个看看玩啊。哦，我会到台上去做了。上头嘛看了今朝的玩。对对。放心啊，一只面孔要被人家看上去做热心。哦。啊，要一做啊，做给人家看啊。哎，那个只面孔唱戏做男阿子的蛮像的。
开心了啊！等我要真吃饱了，我乱死人。别个，你啥短短辫啊？哎呦，你哪能来今朝？我手短嘛，人家看上去像三年短粉吃过饭，你还晓得？你还讲刚刚不是吃过半只大便？这个要挂了，心里不好讲出去的呀。哦，搿叫做工啊嘞。哎，你干点事情滚得来，快！尤其这个，我当时那要斗气噻，不是人家看的专业点了啊哈，蛮好听的，再来两声，再来两声，哎，好了，哎。啊，蛮开心的。那简直简直蛮好听的，这面孔就是乌银乌上，三侬口气是不然要上市去干。哎呦，三中中南边干这呀？十口十口，辰光差不多在啊。来跟俺们我啥样子，俺啥样子啊？不要干这啊！兄弟啊，我也好踏实。来呀，来来转。想当初那副驾，那苏州城啊，谁人不知？五只劳动。哎，爹爹，马家妈妈只有四只劳动呀。哎呀，不是出马家的劳动。这么啥啦？有人家姓陆的，在街东地叫劳动。哦。那公阿爹家财万贯，号称六百万。啊，爹爹，有介许多家当啊？现在一点也没得。啊，哪能会个啦？喏，再不落人，把家当扒光的。不落人扒光啊？那么意思吃这不要多，样样侪来个咯。这个头吃这不要多，样样不会的。那么哪能会的呢？哦，就穷人那个家当就光。就穷人啊！哎呦，搿只受得受是受得来，人家没徒弟嘛，关伊啥个事体呢？就是搿能讲啊讲。哎，爹爹啊！那么既然侬看不上迭个女婿嘛，哎，做啥三心不意啦？当然，写封信是官面文章，我也有几好人交到此地来。十二天。侬去想。从苏州城啊赶到此地十字铺，要讲十日，再加个几年赶不到，赶不到不是阿拉悔呀，只有自家失呀。结婚结不成功，娘子讨不上，搿个家当，侪是我搿搭。爹爹，家当嘛本来就是侬个呀。哎，现在是我个，过去是老家个。哦，过去我辣老家做管家，因为那祖父未婚，搿么我是长家阿爸。所以家当托付拨我管，等俺大了以后，甚至要还拨老家个。哦，要还拨伊拉个。嗯。葛末侬搿趟写搿封信嘛，就是让伊管勿到了。聪明的。他只不勿是讲，搿眼家当嘛，就归侬个。对的。爹爹，侬想哪混？哎，我想哪。女儿。啊。勿好讲个，就是要哪混，摆辣侬面头让伊来脱。所以侬笃定泡彩球，先死于郎君。爹爹，本来三个泡彩球老危险的。是啥危险？我不是讲了吗？年龄不分老小。对个。家庭不能贫富。嗯嗯。万一啊，我搿只彩球拉泡出去，泡了一个九十几岁老头子身上，哪能办啦？先问伊该动地伐？哎呀，爹爹，该动地嘛，九十几岁嘞。该动地好啊，只要伊该动地，彩球早已
身上想跑，老头子见他才就开心得不得了，神魂八堂，送的洞房，刚刚踏进洞房，人已经啊，死掉了。跟老头子死的人家当啥人啊？我呀。哦。哦，对个对个，老头子死嘛，跟人家当才是我啊。对个。那么老头子啊，啊我今年几岁啊？我七十几岁的。干嘛夸的？嗯、老头子也是嘛，家当还是我啊！哎呀，呸呸呸！唱没得，唱没得，你啊哪能搿能讲闲话啊？爹爹，我是跟侬好的爷。对对对，侬只要好好教侬爷好，都有人当嘛。叫龙阳龙，龙阳龙翁，谁让你去做别动？来，侬等我注意了。啊。我等侬去拿菜地去啊。啊。爹爹啊。我要肉背为证呐！
侬有吗？这块牛板是我祖传的宝贝，不是骗子骗得起啊！我不准，还有认真。我当然认真，屋里老张讲，陆九说好做认真。认真呢？陆九说补他也不要补到哪里去的呀？陆九说。陆九说一家的。陆九说。来，关键辰光要熬落。哦。陆九说啊。陆九说，你还认得我啊？老君说：“你也认得我，我认得吧？他是假的啊！他没认得又没认得，啥人证明侬是陆公子啊？妈，我能证明他是陆公公，见过陆公公。哎呀，三个证据，你当我不错啊，不错，一点什么话呀？妈，我当然没那个配置，当年你爷娘子不为婚。”能啥个地方？对，我问了，子房未婚是啥地方？这个清爽了不得了，子房未婚就是来了子房未婚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清爽得不得了，子房未婚就是。谁跟我讲的嘛？辈子是不会晓得，我爷娘临死都讲了清清爽爽。是啊，这个媳妇我爷娘死了，用他人也没死呀。爹爹，我跟我讲过，在那巷子睡我呀。哦，这个是一条湖。但但不是西湖，是养阿个阿五，对啊对啊，是阿五，阿五是骗子，他是骗子来的。陆九说，陆九说，对了，是天呀，你手把了胸口头，当时大家比，你叫我一声小东哥，我一不要房子，两不要娘子，三不要银子。我为啥要扎侬见我这个一生？我为啥要救你叫我这个一生？我是要让天下人晓得，做好是个陆家子孙，不死心死心。唯有我这一个一个爹爹亲亲的不孝子孙，陆人打。啥心事对你娘说，你娘死得早啊，你现在有啥话也没个人商量，你也苦啊，你爹不中用，只会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有钱出钱。爹，哎，爹，你放心，嗯，我有啥心事我会听你讲的。其实你不想，你爹也知道。哎，知道。哎，知道个啥呀？你呀，喜欢陆公子。谁喜欢他了？你不喜欢。谁说不喜欢？哦，还是喜欢的吧。哈哈哈。哎，孩子，咱们周讲过了，将就我干脆，如果喜欢，你找个机会，干脆把话挑明了。挑明啊？爹，咋挑明呢？你就说，陆公子啊，我喜欢侬，我想干不侬。哎呦，这羞死人呐，不行啊。如果你怕羞不说穿呢，你指望他说穿？如今是男是女他还搞不清楚，不可能啊。哈哈，再说他这个书呆子有点港大大。港大大啊？爹。哎，啥叫港大大？啥个叫港大大啊？啥个叫港大大？你等他回来你问就明白了。你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港大大？大嫂啊，你
不光啥人戆大大。哎，公公，我回来了。走来走。说你戆大大，我戆。嘿，身体还没好，上山砍柴去了？不是呀，单刀里三个多外头在，千多个，用多个。那么不走，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拿。那么走他奶奶，不行，不能这样子拿的。搿只老巨龙太子拍也拍勿着个。三怪三怪，就是开搿两个场，三浪拐子六个跟斗。啊，你摔有六跤？嗯，你摔疼了没有？不痛。啊，拐得切，直接拐在肉头上。来坐会。哦。卢公子，侬讲这种话就不瞎议了。上轿在我家白吃白住，想当初我大年初一出这个门，你十两银子受我上路。也告辞。哎，你怎么才叫呱呱叫？再说你住在我这儿，没白吃白住啊。哄下来，叫我孩子读书认字，我下家弄都来不及呀、啊。客气，谢兄弟真聪明。你说啥？聪明，孩子，夸你聪明，看样子那两个都是挺有眼苗头的。别乱说，看公公，药给你煎好了，快吃着喝吧。哎，龙公子，我有张事体他能商量商量。啥个事体？这张事体呢，原来是他商量的，伊他能讲，伊不好意思讲，我来讲。一样一样，你吃不讲嘛，要讲。哎，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可不能乱讲啊。啥个事体呀？啊，准备那个感同身受。呀，不是，你说话，你那是人不光养，不光心里头当养了的嘞，就是一个是爷爷。你怎么给我喝药？我不是给你的啊，我是给他的。给他的？啊？我他家我吃错药了。行行行，你给他喝吧，不要，特地为你熬的，你们。聊聊啊！我走走啊！大叔，你去忙吧。你今朝来了厉害的呀！哎，公公，你饿了吧？哎，三浪拐子六个跟斗，肚皮倒是有眼饿着。来，这一碗粥，你把它喝了吧。老爷，太太，坐坐好。你干嘛吓唬人呢？你谁拐子？他还他出泥头来着，看见这屋子要解开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你别客气。嗯，吃八粥三，吃八粥长八肉，吃粥三。哎呦，你这老毛病要不老坐在地上呢？哎，干活子吃起来才坐到地上，比较踏实呀。好吧，不说你了。哎，没有菜，你就慢点喝吧。嗯，一碗够不够啊？嗯，不够。嗯，要几碗呢？嗯，五碗。嗯，五十碗呢？嗯，哎呀，你说话嘛你。哎呦，我肚子两位，他或者一张纸布，一吃一告，哪来得及了？让我吃喝只能告你，饿死了还真。好吧，不说了，你就慢吃吧。公子，外面没有粥，你干嘛贴外边呢？当当天，还是外里，还是外光的。哎，这个也好，我可以省事多了。妹妹，这碗有一粒碗米数。好好。我可以不洗碗了，给我吧。姐姐，不客气。这次我去身上烈气也有在，人家过上农业在。三兄弟啊，我这来几次刚才，你跟我去守三家嘛，我一帮守三横啊。哎，公公，你放心，等你伤子养好了，我会教你几拳的。那是个句闲话。嗯。昨日子打我干那几个字，你还记得啦？公公，你教我几个字，我今天已经把它写下来了。哦，就这样子。啊，公公。你来帮我看看，我写这几个字写的合适不合适？山东话我上去的嘞，还听的嘞，合适不合适？就是搿两句把你苏州人讲起来，没啥简单在，背也拿过来，恭恭敬敬。小小呢，帮我看看看搿两个字，晓得阿汉呢发。够累的啊！哎，我讲的也够累的。哎，山东话我上去的嘞，合适不合适？哎，公子。你的山东话说得蛮不错的。我在你们家里三个多号头了，山东话不要讲听得懂，阿拉讲也会得讲，阿拉讲不高兴讲，有机会讲两句山东话出来拔相拔相。好吧，现在开始说好山东话了。这两个字是你写的？嗯，写的呱呱叫，你把它念一遍，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拔字。好。久旱逢甘霖。
对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好，一个八字也没有，这个意思懂不懂啊？不懂。啊，我跟你解释一遍。啊，这个事情都是人间四大快乐。哎呀，这个诗写得太好了。写得不错吧？不错。但是小兄弟，做学问的人要记住四个字，叫肖之机。啊？啥？肖之机。你牙疼啊？不痛啊。那你怎么叫肖之机？这肖之机啥意思？肖之机，肖之机啊？猴子精，哎，谁是猴子精啊？也是一个绝无难翻的嘞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学无止境。呀，说这话难带，一杠子动啊，山东话他不动啊，那么这个山东你却不动，一动也不动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如果加上几个字，就意思更好了。哦，怎么加呢？第一句加两个字，十年久旱逢甘霖。好。千里他乡遇故知。妙啊！同房花烛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嗯、像有种光棍啊，他五六十岁还没结婚，什么上头缘分来了，他也成亲了，那就更好。所以加两个字、啊、叫“光棍同房花烛夜”。棒啊！独头金榜题名时，独头，独头什么？独头嘛就梳独头呀。梳独头？梳独头啊！啊！要是梳独头，梳独头，搿句闲话说出来，我蛮难翻的。梳多头嘛，就是梳多头，梳多头，梳多头。他这个梳不是躲在心里头，而是躲在头里头，叫做梳多头。啊，公公，我想到了，你说的是那个叫梳呆子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叫梳呆子。啊，你们山东人这个头也不要的。啊，没有头的。真干脆，头通通不要。那就呆子，呆子金榜题名时。这种书呆子他有学问，如果体察民情，就能做一个大大的好官。给坏人当官啊，就要害老百姓，所以当官还是让书独头去当，加两个字叫独头金榜题名时。哎呀，公公你真有学问。哪里哪里，要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她真是一生的好福气。你不是在戳我眉头吗？像我这种人谁肯嫁把我呢？十字铺的李世清，得力囡恩李云云，我立了那个面前，立得为七品爱妇。孔老夫子讲得对，天下为女子小人难呀！哎，呆，做啥呢？啊，公子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说，我说天下定有很多好女子的。哎，我真是发错，天下是有好女子，可我这三兄弟啊，我长大以来还分傍着人家好女子嘞。就怕站在你面前。你也认不出来吧？你呀，识得吃开，真个当我啥么子嘞？我这个人汉人王人嘛分不清爽，男人女人嘛一口口出来噻。你是个男子汉，我是个男子汉。公子，嗯，你呀、啊，真傻。我傻？嗯。哎，对个呀，叔叔你是见过死多头，大概我是有眼光的。你呀、啊，你傻得真可爱。傻得可爱啊！我有碰上十好朋友了，哎。三兄弟，跟来得刚刚口，我看你呼吸来了啥个地方呢？哎哎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了，公子？你说话呀，你别吓唬我，公子。鼻子啊，鼻子啊，我搬来搬去，哪谁搬这个鼻子啊？我没有骗你啊。你到底是男的女的？那妇女妇女大概是套给哦。哎呀，公子，你听我说呀，我本来就是女儿身，只因当今太监选美，我只能是女扮男装，跟着爹爹四处飘荡，闯荡江湖。哎，斗命绑他给那孩子多少受凉百姓啊，我恨不得把这个彭太监千刀万剐，我恨不得那绑他给生死未卜。哇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也是我不晓得男是女的呀。三个多耳朵，搭发搭发搭怪仔，搭出泥头来仔，一讲闲话半夜搭上去的。抱歉，抱歉，不是第一次碰我的手。这样说来，你不是马大叔的儿子马玉生，而是他的女儿马玉珍。你叫玉珍啊？哦，玉珍，嗯，你是你爸爸生的。我是我爸爸生的，是他亲自生的，
是他亲自生的。哎呦，你和你爸爸一点都不像哎。怎么不像呢？你爸爸脸上都是胡子，你怎么一根也没有的？哎呀，我是你的爸。哎呀，搿只歪子歪分走过来了。三个多啊，对，你对我自家关心究竟为的啥哦？为啥？你真是个书呆子，难道我的心你还不明白吗？再不明白真的变十三点了。哎，可不是呀，可快中这个牛背发了生病，假使让我生病，我一定要去无来打了哪个都有进去。公子你放心，就凭我浑身的武艺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我一定把你就可以玉佩完璧归赵。你是哈心，你得晓得，你做一个人力度人都失足，你去啊啊啊，一起帮我抬牛背去上。哎呦，夸张呀，看这个跟你哪辈呢？我去没用上个呀，我手有无机之力。爹爹妈，你都三天之龄，一半有半有儿子哦。哎，冷意飘渺，万里香，倾听我讲，孩儿清心上山子，两表成人心，心意上。哎，爹爹妈，祝你啊！金多香烛还是人家的呢。哎，叶子香金娘啊娘，生有子我永不忘，将儿当作真我宝，我家把家产父王养。让他一生力量啊，责怪我无知太狂啊。爹爹妈，你是金国第一之相，两次无相与爹娘，自封为皇梦一场，老得很心难，那次差王都拉昏，吞没在菜，心上是啥人？可巴不得他明明是多重，难封我多，心可痴妄，家女心受听他，真是好一把老辈。
呀妈，你都害得我儿子好苦啊！闹闹闹，儿子进堂第三次响了，三次清醒呀，求爹呀娘啊！我真生康，他生在虎月到牛背，得生归来开锅。哇！救命啊！我晓得要吃生活的，我才准备好子来了。老许，你那相当值得死的。相公，自从虎跃跑彩球一起，我辣辣暗中相遇侬。难道是那时候敢打死你来再操死根？不！渔王啊！花我落了地，我从小进入父母门，你怎么是心里呀？为了查去放不得我高一数子哥，又怎为了当牛妹他与几舍得，今日老中空，他生死怕哪儿？不问死亡，死去的牛背，女儿会为谁？哎呀，这块真是我重重的宝贝啊！大嫂，这是块牛背呀、啊！谢谢老邱。老邱，丁耀庆在肉身哪能？肉身关在了地牢里向，已经冰雹膀胱骨，预备打到井里去了。而且快点去就医呀！哎呀，侬不是伊拉对手啊！干嘛？还要我？侬帮帮忙嘞！难道你手事不管吗？侬有没有胆量？肉身还是你的性命都危，那胆量不胆量有啥办法？好，唱戏啊！哎呀，你那吃个豆腐仔！哎呀，哪唱到了戏呢？庞公公就要来了，侬要领戏一幕啊！哦，陆局，你的意思我懂噻，你叫我告白，他给去拿肉身救出来。对，搿办法倒是还个呀，不过有难度啊。他给呀，搿啥农民的杀菜的吃不用呀。讲起来，我今天早上吃几件的啊？那个刚没刚一口金皮子，我发威威。我来教你。好。对个，搿么丁爷请大嫂。穿个衣裳不完，咱们家里什么衣服没有啊？对，我跟他喊个，哦，还有第二件啊，一绑不打是绑他给个十字，两个一绑都一龙抽吧。岂不是假的？假的，是假的。哎呀，太聪明了。哦，老徐啊，还有上天定第二件啊，李家大人讲身有大仗，李相地势复杂，你进去时没叫出不来的太阳。相公，请侬放心，我等了三个月了，李相咕咕噜噜我才熟悉啊。干嘛我也慢慢清桑，你兜里还有三壶油？有个。壶油里向还有三龙？有个。假使发财，真是三龙出，一个是爷爷，哎呦，哎呦。
啥体检出的啊？对啊，啥体检？爹爹，我。哎呀！谁？你进检出的啊？嘿，女啊女啊，弄得那么死重的啊！你要嘛，弄个你妈妈鬼子打打架子，那个一下子容易的，由于你知道吧？啊，快要哭了，希望还是有一个。爹爹，啥个希望？你不是讲，当朝中官太监九千岁万公公是爷叔？对的，爷跟我讲过的。去当心当心。嗯。吴老师真的，九千岁是爷叔。那么一定起码五六千岁左右的吧？那么侬嫁不了五六千岁嘛，一人得到几个身体？对啊。当天我来是嫁的，还好啊。奶奶。某人姑亲有杀头之仇，将庞公公我刀内杀出，家道三人。哎，爹爹。啊。那一杀他怎么我哪能办啦？那就爹爹怎么重新嫁人？哎呀，爹爹，根本。小人哪能办啦？嫁不杀人嘛，活不杀人。啊，不长啊！哎，把我他妈拉倒了。爹爹不来三个呀？啥不好不长了吧？总督他给王公公是亚叔，我王相无相，靠不住，一定要在手到西来吃牛。哎，哪能出来声音啊？没。陆公子，你现在胆子蛮大的，会下人来，肚皮里这个老猪好活长啊！哎，侬老早做啥生意啊？我做生意。客气的叫侬上力啊，不客气叫你老活头。随便叫。不得了了。爸爸我们结婚，今年不是黄道吉了，又不是好的时辰，门槛紧呢。我老朱落手快，那我老早把我爹走了，什么当回事？是侬个人早也是呢。哼，王公公不是我的叔叔，这个能喊说别说的吗？莫论公亲，舌头之敌，我有家谱。我那个家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庞公公是我叔叔，我是他的侄子，能还说不说的吗？女儿啊，看样子我现在有一眼眼相信你了。一眼眼。对，再来。陆公子，陆放心，明早我就准备得上成亲。高女婿，大姑娘。我家当不是有的个，但势力不够。侬是不是在亚叔面前讲一声，弄个官帮我做主？哎，哼，哎，一官半职才可以。哎，一官。哎呀，阿拉爹爹想做官，想来发疯嘞！哎，侬先看到我面朗向，去讲一声，让伊做个官么好了呀？想做官是的。哎，对了。想做啥个官，自家讲。跟侬随便弄个执啥个官帮我做做，叫你做皇帝啊？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我哈个不够做啊，不够做。叫侬做宰相？宰相？你有没得这个水平噻？这个这个样子吗？啊！我打了亚叔讲一声。好。龙做太监。哎，女婿，我年纪大了，不好做太监的。这个难事嘞，侬想做啥，侬自家讲，自家讲好。老女婿啊，最好是一个肥春官司爷，官爷呢？最好弄个义务大人让我做主。官爷呢？义务大人？哎，对了，好，就让你做这个官啊。谢谢。来，啊，跟你讲清楚了。哦。你做了那个官爷的义务大人，哎，我那个偷偷的玉杯，不要忘记到我前头来。应该。哎，女婿，你快点啊！不是，我是义务大人官爷。对呀，得弄这个肉好像不搭嘎了。义务大人官爷的啥？哎，弄这个咸肉晓得吗？晓得个。义务大人官爷的，弄这个盐到我这个肉摆了一道啥么事啊？咸肉。没知识可说。哎，搭嘎了，搭嘎了。
爹爹，哎，来弄好做咸肉干嘞。咸肉没干，只有牛肉干。爹爹，那么阿拉好结婚嘞。恭喜女婿都归定，无喜女婿都归定，想通了就好办嘛。今朝有桩事体讲出来，侬还要开心？什么事体？就那亚叔王公公今朝到此地来的。来好啊，我去迎接呀。亚叔来，我去。那来不得。龙老把血都死了啊？弄这个啥个地方啊？阿拉亚叔，我到这个地方来吗？换头了，真是。对个，那亚叔如果还到此地来？但侬要晓得，现在皇帝辣辣西梅三殿里向隐姓埋伏，唐公公认为下头辣辣吟诗作品，所以搿趟私自出访来到此地御园，蹲辣我朋友屋里。为啥勿蹲辣御园门？因为是私房，勿是官房。昨日有个刺客抢侬玉佩有伐？把我就捉牢。刺客是个女的，长得交关漂亮。唐公公来西梅，我就写封信喊唐公公今朝来看。好啊。大到京城，林啊，那说的可以相回答。侬哪能想亏儿女啦？根本侬相信为啥道理不跟我讲一声嘛？什么来不及，没办法跟我商量。这哈子重嫁了啥？哎，女婿呀，开心事体侬急得个能做啥？哎呀，你不晓得，我辣京城里向带了亚叔两家头炒过香馍的呀。亚叔是香馍嘛，一些就会得好的。阿拉爷说：“我看到我的这面孔呀，做啥？看到我的这面孔，就想起我家妈妈。哎呦，妈妈，侬跟爷说到底啥关系了？那么多钢筋啊嘛，我没来，那把上头跑过来，你哪能讲？”板公公驾到，有请，有请板公公。外头接，外头是谁呀？让外头接，外头接。王天赞，王天赞。有请公公。什么事啊？起来吧！哦，起来的，起来的。李员外，啥人是李员外？哦，我小人见过万公公。你来吗？起来的。那你讲的闲话，谁听不懂的？呀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我的侄儿，叔叔在此，怎么不来见见咱呢？你叫啥人了？叫侬一个啊！我说几个，我说，奇怪了，我真的得亚叔啊！我亚叔做他给我都吹上了，亚叔，亚叔，真的嘞，真的嘞，真的嘞。哎呦喂，亚叔这面孔好像啥地方看见过嘛？王子，几个月不见，白了，胖了，你家伙过来！哎呦！亚叔当领咋的了？亚叔，这不上这张面孔，这不是你。平安无事喽！哎，公公，公公，都是我人。是侬失信我？这个是我的家子菩萨啊！大家还以为他是你为皇上选的美人呢。李员外，那美女今在何方？就在此地，来啊！好美女，快上来！快啊！冷啊！冷啊！冷啊！快点！快点！
睡眼，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穿的戴的没见过。这姑娘不错，长得好，妙，棒，绝了。呸！难道咱家的心你还不明白吗？嗨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什么的地方？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绑得像个高兴种子？什么？快不像我换头了。这是李员外，这姑娘长得好，万岁爷肯定喜欢，不是个正宫娘娘，也得是个贵妃娘娘。咱家把她带回宫中，皇上定然重重有赏。外宾姑姑，金银财宝倒不要上，顶好个侬。杨嫂，伊想做爱肉。侬个义务大人做。哎呀，算了，什么油盐酱醋，要就不干，干就干个七省巡抚。怎么样？啥七三行不？喂，太多了，七三，弄个四五三差不多了。你哪来还多回来帮我上？哎，好，七三，你七三。好了好了，干脆给你们八个省，你们两个平分分，好好好，省得你们狗咬狗。等着吧，咱家回宫派人来封，这个就叫宁来封。好，等宁来封。好好好的好的。时辰不早，请娘娘起驾，咱们走吧。俺都又来一个得一样啊！你错误了！你这个亚叔啊！我好像有的交关亚叔了呀！来的肯定是骗子，现在的假货怎么这么多呀？咱家没工夫理会他，他骗他的，咱们走咱们的，走吧！公公既来之，则安之。那你们就回避。咱家倒要会会他。外相伺候，韩公公驾到啦！胃口好了啊！不来了，假货！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我是我，我是我。你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你看我像谁，我就是谁。你看我像谁，我就是谁。第二个，我是山东人。我是山东人。我七岁进宫。我七岁进宫。还是一样。要见两样了耳朵。十岁晋升，我十一岁登塔。你大胆，你大胆，我讲老子我的好大胆。我被整笑有办法。来，过来。啊，有两个，侬去看看。二那个是侬真的牙刷，侬去拧去。真的。我有亲侄儿在此，怕你作甚？要命了，两个人我才不认得个要命了。刚刚打我脸，啥都。亚嫂，亚嫂啊，我等了交关日子，侬哪能刚刚来了，亚嫂？哎呦！小兔崽子，我哪来的侄儿啊？亚嫂，一打我，亚嫂，打哪边？打了个大。打
疼了没有？我哪那么痛了？那边打了没？没打过。来吧！哎呀，畜生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亲叔叔在这里，还认不出来吗？我说你呀，你个是真啊！讲，我是真的，一直讲的。来呀、啊，这里，统统给我拿下来！是。来呀、啊，在，给我把它拿下来！是。拿下大兵啊！七三行路得来八方办公公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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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七省巡案乃是新科状元，面见皇上是咱家大爷的路，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小子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你等着瞧吧！你等着瞧吧。办公公，什么事儿啊？这路不得干了。拿，去上行路不来着？就到门口头了。跟您当别的。我打算到花园里向条小路跑出去。你会来得及啊？往事忘了，生得一刀，说得一刀，这个叫夹住阵来阵一夹。来呀、啊，有请啊！沈文才，你怎么姗姗来迟啊？范公公，下官来是请公公施舍。免了，谢公公。沈文才，有人竟敢冒充我九千岁，该当何罪呀？真有这种事情？这件事我看你来处置一下吧。胆子倒没小。沈大人，沈文才，你老眼昏花了吧？连咱家你都认不出来吗？没我助你这么一臂之力，你怎么会平地一声称雷？嘣！啊！两个人谁来动啊？有不当之处，请公公施舍。先来吧，谢公公。沈大人，
老头子啊，你哪办？我是接到里向堂堂的老汉子来，你不要急，由我来当侬婆叔。也是，我是告诉你先的，我花头五百个要哈。我五有花头，我有花，跟农民出来一样，我去啥子？来啊！请出上方报恩去。哦哟，龙头在，龙头在。是这样，还是你打杀的？还是你杀他的？哪位是？急杀我！对个呀，皇帝问起来，你拿死你这个搞，搿叫皇帝不急，急杀他个。哎呀，那刚才还拉这一片鸦片嘞，亚叔是有办法卖我。动！亚叔龙角山，关下！亚叔龙角，我做啥？亚叔，我且问你，你姓什么？我姓陆，叫陆仁啥？你，陆家有你这种子孙啊？那我问你。我姓什么？陆姓榜呀。姓彭的怎么叫姓陆的叔叔？姓陆的怎么叫姓彭的叔叔？你讲，骗子，你害了多少人？我把你罪行数数出来。你姓什么？我别把他扣了刚想我怎么听你的。不姓啥？来，请过上方宝剑。哎，姓啥的？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充军。三十里，给我三千里，涨价了三千里。哎呦，让他涨了更快了。破了三千，我们商量商量吧。是呀，这个事情都要涨了更快。亚叔，等我干亚叔。晓得，阿当五的，叫你金哥万公公。你为富不仁，我把你罪行数数出来。你清桑吗？清桑。我告阿妈告侬去清桑吧。我自家做事情，我自家最清爽。好，你的家产理应归还陆家，你还有何说？老头子，你记录拿来我翻呢。这个带了上来。哎，儿子啦，我们外头不得搞怪。公公晓得，公公讲啊，叫你记住公公。抬起头来。是啊。来呀，赏币三百，给五百两。免了。另外，我跟你介绍个徒弟啊，我三姨的。哈哈，我大龙不懂，你这哪能是？不要客气，拿去吧啊、哦！
没那个哦。爹爹啊，侬去讨饭，问我哪能办了？跟那爷一道讨饭了。哎呀，爹爹。你还跟那玩？对呀，对不对？比到了是两句闲话，老爷太太端庄好事。啊，听见啊？听见的。谁在俺家啊？哦，跟老嘴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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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今朝是黄道吉日，侬到玉中小姐应该好回过了吧？对个，对个，对个。多谢有大人。哈哈哈！家庭家庭啊！大胆如酒哟！你那张通通清爽，我等侬张为你也清爽。哎呀，省哪能不关我啥事呀？要怪告诉老太爷在世的辰光呀。不要紧，我问侬今年几岁？55岁嘞。我等侬讲过吧，一个58岁要赶奔侬。小心进宫上一把。今朝好日子，叫他们马上成亲。好，我命听了。也东明东下云开西明东紫云来两旁青石怪人来登到王府哇各位客人，有啥不好意思，请大家吃来喜糖吧。